没洗澡两年的黄水沙，他一年十多水。半斤肉啊？听说是内脏。你十一个子在跑厂里，不十几个子。啥？就是肉。你吃的白喝酒没事。吃了东西，那我破冒破伤喝的。能。几多嘞？走了天哥，我记得。回家了。啊。他娘，他娘不，他娘不理解不是吗？知道他。他挣钱。